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哟，你干赢了！怎么的呀？我操！我跑！给我了吧！给我了吧！给我了吧！他几跑啊？他几跑我就闪呗。而且他不会开几跑，他打不死我，他开啥几跑啊？哎，别拽我啊！插个眼儿的。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杀一刀，扣一连链，住接点炎，顿回来，走呗。非得跟过来呗。哎，你给我干他，你怕啥？我搁旁边呢。你这好上跑，有啥好怕的呢？好了，发一刀链一下平 A 回来 ，A 一 A， 再 A， 再 A。这都能给我换了，11滴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兵线血亏，不亏的。我是深渊，还是那个名是深渊的人？发一刀链住，哎，一刀，不行了，这不能再打了，敌人太多，溜了。Thank you.
还有准备拉我的，我就不给你拉，我也不给你 Q， 该我追你了吧。斧子很适合得来个，爪子的武器。为什么不走？往哪走啊？走哪去？那皎月搁旁边呢。往哪走？他跟我在那绕圈，我咋整啊？我就只能搁那搁那绕啊。我应该送塔，送塔好像也送不了，没有小兵，塔下有小兵，我就送不了。好的，大招打疾跑还行啊。这家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该我了吧？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他双招全没有，我们还能断他一波。我操！跟我俩走的。行，走位不错啊。光走位有用吗？啊，走位。这波他应该有疾跑。不对，没有，疾跑还是没有。我还是可以跟他玩一波，只要我不被他拉就可以。我好恨呐！哎呀，我好恨呐！
法拉利开走了，开走了。去杀皎月，那是必须得杀他。谁暗示大波波了？啊，就你暗示大波波啊？你还敢暗示大波波呢？你凭啥暗示大波波啊？你给我下当！八百，堡垒，让我暂时忘记这家。逆风局啊，是吗？我都没注意。打人都不掉血呀，兄弟！我带给你最真实的赠品。我带给你拿个逆血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哎呀，他老挑我这没技能的时候来，我操了，我一个技能没有。我这闪慢了，我应该闪的再快点。闪慢了，闪慢了。关键我这反应慢了，我第一时间没看见他。大波波，你还敢暗示大波波？又暗示大波波一个吗？哎，他怎么消失了呢？给我了吧！走位还不错啊，我给你一刀，八百给我拿过来，又一个八百，吃块卡皮。回来，你干啥呢？我要的只是安静。确实，这亚索太吵了。我要的只是安静。你就别那啥了，这我给你一刀，哎呀，没回上来血，这凯旋。出个啥血呢？来个水银血吧。你连着洛克萨斯之手都干不过吗？不应该吧。
就这个亚索刚才那个闪现啊，我就知道这亚索没什么东西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既然他没什么东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没什么东西，那就无所谓。我对不起，哎呀，那狼回头要打一下子，这顿往右边引呢，引啥呀？让我扎一下呀！来个锁子甲，团一波，你是别养活了我跟你。伤害这么高吗？不应该。区区有点高啊，区区有点高。按理来讲不应该有这么高的区区。亚索技能啊不好中，那玩意儿老穿，他能躲我技能。到你啊、哦！在装，嗯，在装。
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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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。我这一死啊，我一看呢就完了，不太行。我们得打团战呢。谁的点烟呢？乱了，有点乱啊，有点乱，有点乱，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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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有点乱。快点来东，快点来东团战，不赢了，我们这不知道我打不过对面，我们家都全 AD 的，不能让这亚索赢啊，这把肯定是不能让他赢，快点过来。这不就完事了吗？走，打大龙。打大龙，打大龙。先把这亚索干了。操！别让他把你给劈了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都能他妈没打下来龙，我操了！他妈4-2没打下来龙。黑切黑切，快点黑切，黑切大影魔刀，再来再来，快点再过来团，把这红拿了。这应该上不去是吧？
那怎么还亏了呢？操了，还能让他高地给亏了？主要我不能回家，我怕我回家他们那打不过这龙，你知道吗？哎呦我操了，跟带小孩似的，妈的！责任感。来个春哥吧，先出个春哥，走，我们下路推。干他！他还敢过来呀？这家。跳弹我就不打了，这是我们家的后路，万一一会儿跑不了了，这个跳弹就是我们家逃跑的资本了。咱俩不能再推了，咱俩推不掉了，他得回家了。反打一个还该反杀了，你这跑不了，你跟我赛跑，你这不开玩笑吗？死不了，我这满血复活。我杀 ADC。穿甲侠。哪那么多钉子家伙，我操，打一个钉子打一跑一个，这太他妈难受了。封印吧，这剑魔，剑魔不太适合拿出来玩。我出点啥呢？深渊面具，诅咒敌方英雄没用。Your inhibitor is respawning soon. 两把刀，差八十。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牢笼主张。
快过来拿红，我要红没用了。我操！我主要我差钱。又打起来了，打呀，别怕呀，石头人救救他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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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偷上塔吗？我们家龙魂了，可以。我发现啊，我好像也得要个重伤。我不要重伤，这牙锁有点打不动。没有人出个重伤啥的吗？有石头人有。我夜魔凭什么出重伤？别打别打别打，有个人搁家呢呢，下呀，下也行。那石头人怎么晃一圈又晃东路去了呢？他晃啥呢？打赢了，压起身儿，三个 Q。能炸死吗？可以。